给你半双脚还停车，你没有看出来？你是跟着跑哪来跑？你是？你个傻逼！那我不得越当越当的，我去哪当啊？你去哪？你去哪？你怎么不看路？压黄线都找不着？哪压黄线？我哪压黄线了？下来看看，下来看，压黄线了没有？看看，列门口他还鸡巴撅来着。我跟他压着黄线了，大兄弟，你看看这是线不是？你看看这是黄线不是？你看看这是黄线不是？你不分啥事啊我？就压一下，要不算了，要不算了，压我俺爷俩这底子，要给他线压断了，还咱们遇到线线线线线没压断，没压断，这我一我这线从这儿到那怎么线呢？没压断，你给我说说，没压断，这线从这儿到那为啥没线呢？这线跑哪了？那都是九门口的线，几万线，你还不承认呢？你还不是你摸摸那个上皮了？线的，线的，你摸摸那个上，那上皮又还是热来了？你还不我承认呢？我最看不起的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这样不诚信的人。警察同志啊，其实就是这样。我刚开着快，压着黄线呢。我家有卧病在床的老娘，至少有我弟的儿子还我在床。你家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张口的筷子都回家了，喝该煮饭了。大兄弟啊，像你这号天天搁这给我装可怜的，一天我都能见识了。罚款。交警小弟，叫俺走吧，他说是真的啊，老婆赶紧跑了，一家全折他了，你叫俺走吧。咦，那俩演的还怪像的，那俩你长得怎么样啊？那俩真会演，身世又真可怜，那怎么去参加那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啊？那俩你长得怎么样啊？不叫罚款，这是给俺都罚款，罚款多少钱？多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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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呀，我们过来了，哥，哥，我们过来了。别哭了，你别管，小猪子。